早上好，我是徐爸。早上好，我是 David。今天是我们参加大声朗读的第99天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99天。Mason 没有介绍自己，爸爸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 Mason。好的，待会儿 David 和 Mason 一起读好吗？你们两个朋友一起读哈。跟着我读一句，你们读一句。很和平，很和平。桌上放个盆，桌上放个盆。盆里放个瓶，盆里放个瓶。砰砰啪啪，砰砰啪啪，砰啪啪，啪啪砰砰，啪啪砰砰。不知是平，不知是盆，不知是平碰了盆啊，还是盆碰了平？这样，来，我们调整一下。如果说一人读一首，一人读一首，这一首 David 读，下一首 Mason 读，好吗？好吗？这样还那个不会乱一点。这首 David 接着跟我读吧，再读一遍哈。桌上放个盆，桌上放个盆。下一首你读。盆里放个瓶，盆里放个瓶啊。砰砰啪啪，砰砰啪啪，啪啪砰砰，啪啪。不知是瓶碰了盆，不知是瓶碰了盆呢，还是盆碰了瓶，还是盆碰了瓶。啊，下一首是 Mason 读滑冰，滑冰。Mason unmute 自己了吗？OK. 冰水，滑冰。溜冰场，圆又圆。溜冰场，圆又圆。好像一张大唱片。好像一张大唱片。小娃娃去溜冰。小娃娃去溜冰。好像唱针来回转。好像唱针来回转。一圈圈转得欢。一圈圈转得欢。转出歌儿一串串，转出歌儿一串串，非常好。我们再来一遍。溜冰场圆又圆，溜冰场圆又圆，好像一张大唱片，好像一张大唱片。小娃娃去溜冰，小娃娃去溜冰，好像唱针来回转，好像唱针来回转。一圈圈转得欢，一圈圈转得欢。转出歌儿一串串，转出歌儿一串串。好好念。好的，接下来到了 David， 我们来读。妈妈不要说话啊！妈妈不要说话。打开小窗。Baby， 到你了。打开小窗。啊 ，Baby unmute 不了吗？打开小窗呢？我不知道阳光从哪儿来。我不知道阳光从哪儿来呀。当我打开小窗，当我打开小窗啊，阳光铺了个满怀，阳光铺了个满怀呀。好的，我们再来一遍。
我不知道阳光从哪儿来。我不知道阳光从哪儿来。当我打开小窗。当我打开小窗。阳光铺了个满怀。阳光铺了一个满怀。好的，非常好。我们又到了下一首，这首是新的。那个江二曼的诗，梅森跟着我读哈。温馨提示。温馨提示。江二曼。江二曼。我在给爸爸掏耳朵。我在给爸爸掏耳朵。此耳朵暂停使用。此耳朵暂停使用。请各种声音。请各种声音。绕道而行。绕道而行。前往其他耳洞。前往其他耳洞。因此给你们造成不便。因此造成没不便。给你们造成不便。给你们造成不便。敬请谅解。敬请谅解。好的。这首非常有趣啊，我们一起再来一首啊。我在给爸爸掏耳朵。我在给爸爸掏耳朵。此耳朵暂停使用。此耳朵暂停使用。各种声音。各种声音。绕道而行。绕道而行。前往其他耳洞。前往其他耳洞。因此给你们造成不便。因此造成你们不便。敬请谅解。敬请谅解。好的，好的，你读得非常好。刚才有句话我应该再分那个短一点的，但是非常好。好的，我们读下一首，轮到 David。叫我如何不想他。叫我如何不想他。刘半农。刘半农啊。天上飘着些微云。天上飘着一些微云啊。地上吹些微风。地上吹着些微风啊。啊。啊。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。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。叫我如何不想他。叫我如何不想他。好的，非常好，这首诗是很抒情的。我们再来一遍哈。天上飘着些微云。天上飘着一些微云啊。地上吹着些微风。地上吹着些微风啊。啊。啊。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。嗯。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。叫我如何不想它。叫我如何不想它。很好。非常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这首现代诗。下面轮到 Mason 哈，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这首，看看还记不记得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。对，假如生活欺骗你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。假如生活欺骗你。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。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。忧郁的日子里。忧郁的日子里呢。需要镇静。需要镇静。相信吧。相信吧。快乐的日子。快乐的日子。将会来临。将会来临。一起来第二遍。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。假如生活欺骗你。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。不要悲伤，不要心急。忧郁的日子里。忧郁的日子里。需要镇静。需要镇静。相信吧。相信吧。快乐的日子。快乐的日子。将会来临。将会来临。很好。来看下一首。啊，我们一起，我们那个 David 帮我们把这首一起读一下哈。这个是昨天没有读完的。水调歌头。水调歌头。宋苏轼。宋苏轼。明月几时有。明月几时有啊。把酒问青天。把酒问青天呢。两把好。不知天上宫阙。不知天上宫阙。今夕是何年。今夕是何年呢。我欲乘风归去。我欲乘风归去。又恐琼楼玉宇。又恐琼楼玉宇。高处不胜寒。高处不胜寒呢。起舞弄清影。弄清影。何似在人间。何似在人间呢。好的，非常好。我们今天还有一点时间，然后 Mason 我们一起把下面一段读一下哈。转朱阁。转朱阁。低绮户。低绮户。照无眠。照无眠。不应有恨。不应有恨。何事长向。何事长向。别时圆。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。也有悲欢离合。月有阴晴圆缺。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。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。但愿人长久。千里共婵娟。千里共婵娟。好的，非常棒。你们两个都很棒，把这首难的也读下来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时间到8:15了，因为大家还要上课，待会儿我们就到这里结束。我们到最后一页啊，今天我们和57人一起大声朗读，我觉得我很开心。你们两位呢？我觉得我很开心呢。啊，谢谢 David。我也很开心。谢谢 Mason。David 的这个弟弟和妹妹很乖，对不对？一直在旁边。